Yes, 93与 Harvey Norman 呈现寅鼠年贺岁广播剧《寻找爱》第十七集。哎，你们来啦！哎，新年快乐！哇，今晚煮了什么好料？我在外面就闻得到了，真的很香哎！哎，你有没有用我买给你的那个电饭锅啊？有有有，真的很好用。哎，进来再说，进来再说。Happy New Year， 新年快乐。哎，敏琪呢？她在厨房煮汤。表姐，新年快乐。哎，你这次换策略，守在厨房里，避开长辈们。没有避啦。那你怎么看起来那么淡定？难道你租了男朋友了？我决定不租了。嗯，为什么？租得了一时，租不了一世啊。而且我觉得我现在很好啊，暂时还不需要一个男朋友。哦，依依，外面有人找你。寻找爱第十七集 ，Harvey Norman 让你尽情购物，何必道别处？电饭锅从38元起，欢庆春节只在 Harvey Norman。